哇，真的是太好看了，超级奶爸真的是欢笑中又带着泪水，然后呢你每看一场啊都会深深的感觉到要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借由小朋友的心灵，然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家庭的语言，让我们感觉到亲情的可贵，诚挚的推荐你来看超级奶爸，真的很好看哦。